到你，却又无尽泪泣。长烟落日山河浊，你在缥缈云里花里，你在缥缈云里花里。唱歌一曲，好风好梦好歌好一起。怎么，怀兄这么晚了还要出去？急于赶路，趁雨夜行。如此不辞而别，太无君子之风了吧？对君子当守君子之礼，可对禽兽就用不着了吧？怀兄说我是禽兽？心如蛇蝎，竟在汤碗投毒，非禽兽而何？其实小弟只是想让怀兄死得稍微平静一些，可惜怀兄并不领情啊。如此恶毒之事，王兄竟说得振振有词，可见你连禽兽都不如。怀兄真是巧舌如簧，死到临头还在逞口舌之力。昨夜摧毁黑衣天王庙的是你们吧？什么天王庙，装神弄鬼，鱼肉百姓。怀兄，我相信今夜你们会死得很悲惨。来人，掌环李朗，保护大人。是。Oh!
妖怪，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咱们马上回到大厅，想办法出去。嗯，走，走，走。嘿，不好！啊？这……啊？什么声音？这是什么？怎么样？毒气！快，李春，取石布来。老爷，是毒气，大家用石布掩住口鼻，快！怎么，没想到？多谢夫人相救之德。要不是为了那根腰带，我才不会救你们呢。啊！这里的机关消息极其厉害，看不到人就能要了你们的命，所以你们不能从大门走了，跟我来吧。好了，这里已是山中，一直向北走就是凉州。看来你们只能步行了。哦，多谢夫人再次相救。看得出来你们不是一般人，那封信和腰带就拜托你们了。请夫人放心，我一定带到。事关者大，请诸位千方百计，无论如何要将东西送到红姑的手中。嗯，好了，我该回去了，否则王强定会起义。好吧，元芳有不周之处，还望夫人原谅。好了，看你平时绷着脸怪吓人的，想不到还这么多礼。我走了。哦，请。好险啊，多亏了这个威尔啊。老爷，也多亏了您，要不是您让准备师部，咱们几个就都了账了。
这也是鉴于王家堡天王庙的经历和地厅中村民们中毒的情状做出的临时判断，没想到还真用上了啊。大人，咱们要尽快赶到凉州，将此事告与曾兄，这等邪祟之地定要彻底铲除。元芳啊，这些人是不会容我们活着赶到凉州的，发现我们逃走，他们定会全力的追杀，因此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这是何意？刚刚夫人让我们向北走，而我们偏偏要向南行。南行绕道大山，奔赴凉州。走。此时大人自京城回衙后便一言不发，而今已经几个时辰了，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昨日傍晚，曾大人率城防营深入大漠接应解运饷银的龙武卫大军，可现在刺史大人回来了，却没有看到大军和饷银的踪迹。看来定然是解运大军在沙漠中出了岔子。什么？大人，一旦给边关的500万两饷银出了问题，那可不光是刺史大人难辞其咎，恐怕你我也要遭池鱼之殃啊。哎，但愿我是杞人忧天吧。如果当真如此，就算皇帝开恩，我们也要落得个致敬不言之罪呀。这伤得很重，但性命并无大碍。尔等要细心照料。是，请大人放心。哟，刺史大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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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诸位同僚，昨日押运边关500万两饷银的左龙武卫铁甲军，在大漠之中遭遇邪神，3000军士惨遭屠毒，全体阵亡。那饷银呢？饷银呢？饷银呢？500万两饷银失去了踪迹。什么？500万两饷银？太可怕了！是什么邪神使得如此厉害？500万两饷银关乎着边关的宁定。是啊，大人，在我们凉州地界出了这种事，我们怎么向朝廷交代呀？是啊，大人，对，镇定，镇定。李大人，在。第一，待解运大军的尸体运到后，你立刻照大军化名册点查死亡人数，而后传檄告知兵部。是。第二，自即日起，凉州全境彻底封闭，任何行旅商队没有本州亲笔签批的行文，不得擅自离境。是。吴司马，在。命凉州河属衙捕全体出动，查查境内所有庙宇及安官寺院，看看有什么异动。是。地动刚过，解运大军又与邪异之士全军覆没，真可以说得上是多事之秋啊。望诸位谨守执思，再不要出什么乱子了。请刺史大人放心，全靠诸位了。竟如此歹毒啊！黑衣天王，黑衣天王，
就是附近百姓尊奉的黑衣天王。正是，本地百姓对黑衣天王是非常的笃信，几乎村村都有黑衣天王庙。我刚刚之所以没有向众僚言明真相，就是害怕属下衙役在查查过程之中行事莽撞，激起民变。大人所虑甚然，这种事还是小心为好。可现在该怎么办呢？这等协议之事实在是难以预料啊。三千大军倾覆，数百万两饷银不明不白的消失于大漠，看来我这个刺史是做到头了。李大人，你立刻具表600里加急，将此事奏报朝廷，你我各按天命，听候处置吧。哎，事到如今，也只有如此了。老爷，怎么了，李春？您看那儿有个人。哎，这有个人。老爷，他怎么样？还有脉搏，看样子此人是在山中被人袭击，背部中刀，再加之饥渴劳累，以至于奄奄一息。陈娜，取水来。好。气血虚弱已经到了极致，再不施救恐怕就没命了。远方，我看咱们得赶紧附近找个镇店宿下。大人，卑职早就想说了，如此徒步赶路，什么时候才能赶到凉州？倒不如找个镇店，一则给倒卧者治病，二来买些脚力代步，这样还能快些。哦，狄春、张环，在你们几个辛苦一下，轮番背着此人，只要见到附近的村镇，咱们即可速行。没问题，交给我们背上他。我先来，我来吧。经历了古堡之事，我们的大英雄李元芳是草木皆兵啊。大人，这里可以说是处处凶险，步步杀敌，因此不管遇到什么情况，卑职这根弦都不敢松啊。哎啊，哎，这位小哥，这里是什么地方？是洪家堡。敢问是个村落？嗯。你们是哪里来的？我们是从很远的地方来的。啊。到这里来做什么？路过啊。哎，小哥，且慢走啊。怎么了？敢烦小哥引路。前往贵庄借宿。你说什么？
这位老先生说让你带路去你们村里看看。去我们村子里做什么？找个人家住下。不行不行，你们还是赶快离开这儿吧。确实威风。这几天是黑衣天王的忌日，村里所有人都不许吃饭，不能出门，更不可能让你们住宿了。怎么，你们村也供奉那个黑衣天王？是啊。那么你为什么要在天王的忌日出来打猎呀？我是偷着跑出来的。哎，你们笑什么？他们都在家里偷着吃饭，我家没得吃，只能跑出来打点食儿。那好吧，即使是别人家不接待我们，你也得接待我们。为什么？如果你不接待我们，我就把你偷偷出来打猎的事情告诉你们全村的百姓。哎，这可不行，你千万别说，说了我就没命了。啊，你看啊，如果你接待了我们呢，我不但不会把这件事告诉别人，还给你银子。这是什么？银子啊。就是银客子。对呀。啊，银客子就是这样子的。怎么，你没见过银子？只是听村里长辈们说起过。哦，拿着吧。啊，来。啊，给我。对呀。我不要。哎，为什么？只要你们不把我偷偷打猎的事儿告诉村里人，我就带你们回家。哦，好好啊。跟我走吧。走啊，走走走走。这里还有黑衣圣使前来巡视。是啊，每逢忌日就常有，只要听到屋里有出笑声或有人做饭炒菜，轻则毒打一顿，重则便要了性命。哦，骑虎攀月，在去路口把守。是。张环丽郎，在门口看着，有什么情况立刻向我禀报。是。放在炕上。哎呀，小哥有劳了啊！嗨，别客气别客气，你们呢就住这儿吧，我住那间偏房。哎，哪有让主人睡偏房的道理呀？你就别客气了，那间偏房像您这身量，也就够睡两人。好好，那就叨扰了啊。啊，您啊就别跟他掉书袋了，先生是说给你添麻烦了，不好意思。哦，你们城里人就是词儿多。好，看看病人。
怎么了？怎么？原来你是个姑娘啊？我也没说过我是男的呀。是老先生你，一张嘴就叫我小哥。姑娘，你叫什么名字？我叫小桃。哦，想必你是生在桃花开的时候啊。我不知道我生在什么时候。怎么，这家里就你一个人住？你父母呢？死了。真是个可怜的孩子。你们的运气还不错。迪春呐，哎，老爷，去帮他一下。哎，大人，这村子可真是穷得紧。是啊。李长史求见，请他进来。是。李大人，有事吗？刺史大人，有件怪事。哦，什么怪事？今日奉刺史大人之命，按照花名册统计解运大军死亡人数，发现其中少了一个人。少了一个人？嗯。正是。是谁？副将廖文清。廖文清，老先生，你会治病？是啊。大人，这个小丫头可爱得很啊。是啊。此人是一名军官，而且是骑兵。手背上的刀疤一定是战场上留下的，右手的硬茧是常年握刀所致。他是个军人，这一点能够看得出来。可您怎么能够看出他是军官和骑兵呢？你来看看
他左手生茧的地方，这乃是常年勒卧马缰造成的。你再看看他的两条腿，稍稍有些向内弯曲，必定是经年加马所致。还有，两只脚的脚后跟都有硬茧，这是历经多年马刺摩擦所致。因此，我断定他是个骑兵。至于对军官的推断，就更简单了。在军中，骑卒使用长枪，只有军官才会握刀。而他右手的硬茧，明摆着是握刀磨起的，因此我才断定其必是一名军官。原来是这样。但这几天咱们遇到的事情可真是奇之又奇啊！先是王家堡天王庙，神秘的小丫鬟，诡异的荒山古堡，那些黑衣天王的使者黄毛怪，奇怪的威夫人，贴着龙五卫千峰的大车，今天又发现了一个重伤的军官。这一桩桩一件件，开始看似没有任何联系，可自从古堡事发后，卑职隐隐觉得他们似乎都紧紧扣着一个核心事件，只是我们还不知道这个事件究竟是什么。说得好啊，元芳，这才是推理断案之道的精髓。将不可能的事情联系在一起，去掉其中不合理的因素，留下的便是事情的真相。哎，元芳啊，想知道这次我们为什么要绕到凉州的深山之中吗？不瞒您说，这一直是我想要问的问题。今天可以告诉你，早在武平赋闲的时候，看吏部呈送的唐报中提到，凉州地区多邪淫佞神之庙，百姓争相屈服。我以为此乃危害社稷之事，当厉行禁止，却苦于没有机会到凉州来看一看，了解一下当地的民风，因此也无法给皇帝上表。今次借圣上准行，我便有意避开大道，绕行至凉州的深山之中。果然唐报之中不逾期也。原来是这样，大人，您千里迢迢绕到这荒山之中是早有安排啊。是啊，一路之上目睹之事远比唐报之中所写的要更加严重。所谓的邪神，其实就是打着神的旗号鱼肉百姓，横行乡里，为非作歹的奸徒。大人，死者等再不严治，恐怕日后便要生出大事啊。日后我看现在就已经很难治理了。二位，快去吃饭吧，要不该凉了。好，大人请。老爷，李将军，坐。哦，你们吃过了吗？啊？哦，我们已经吃完了。啊，小桃啊，吃饱了吗？吃饱了。啊。先生，刚刚听狄川哥哥说，你什么都会，也不怕黑衣圣使，这是真的吗？怎么说呢，只有一点，我不怕那些黑衣圣使。你们没见过他们，不知道厉害，他们说杀人就杀人，我爹娘就是死在他们手中。怎么，你的爹娘是死在他们手中的？为什么？
那是前年黑衣天王的忌日，家里揭不开锅，交不上祭钱，黑衣生事就将我爹和我娘绑在天王庙前的旗杆上，按着全村的人开膛破肚，砍下脑袋，还不让我收尸。畜生，禽兽，再犯到我李元芳手里，便要他们血债血偿。孩子，好孩子，别哭了啊！早晚有一天我长大了，要替我爹娘报仇。你放心，你的深仇大恨一定能报啊！哦，小桃啊，这里的乡亲每年要交多少祭钱呢？这个不一定，看年成，年成好，一家交100斗；年成不好，70、80都有可能。哦，好家伙，比朝廷的赋税还多3倍。这可真说得上是巧取豪夺呀。嗯，也难怪这里的百姓生活如此艰辛。不光叫祭钱，还得出差呢。出差？嗯，只要黑衣圣使说天王有事需要人手，各村就得出差。嗯，比如说修庙、拉脚。哦，前几天我们村刚被黑衣圣使抽走了10几个壮丁，说是要替黑衣天王拉脚。元芳，我明白了。那天我们在古堡地厅中看到被灭口的那些人，就是附近村中农民。这些恶棍。先生，您真的不怕黑衣圣使？真的不怕。今天夜里他们就要在村里的天王庙收祭钱。先生，给他们点颜色看看。老爷，李将军说的对，干他娘的。一定要让乡亲们亲眼看到这些畜生的真面目，否则很难打消他们的恐惧之情。先生，您是说要和黑衣圣使干？说干就干。先生，我们村有好多大哥早就想跟他们干，可就是没人领头，我去把他们叫出来。好，快去快回，一定要小心。好，你等着。你们都看到了吧，深山之中妖人作祟，竟然到了如此猖獗的地步。你只为了几斗米的祭钱，便可以随意枪杀百姓，为了几辆大车竟忍心毒杀数十条人命，以至于百姓竟足不敢出户，顶不敢主食。我真是没有想到，这凉州竟然还是朝廷的王化之下。我真是没有想到，凉州百姓深受其害，竟已到了如斯地步。是可忍，孰不可忍？今夜，我们就要让这里的百姓认清这伙歹徒的嘴脸。
你们在找我吗？我们。你们在做什么？我做什么是我们自己的事，不用你管。对，没错，不用你管，不用你管。你们几个也算是胆大包天了，既然这样，就成全你们。放心，我不会让你们死在旗杆上，我会亲手挖出你们的心，点亮黑衣天王神像前的祭灯。要死的人是你。你是什么人？杀你的人就是他们。啊！杀我的人还没出生呢。准备好死了吗？人呢？去哪儿？怎么回事？这是不是啊？在那儿呢。你在找我吗？你是人是鬼？笑话！你这种装神弄鬼的人，竟会觉得别人是鬼？你是神仙吧？傻丫头，我是人，快走吧，先生还等着我们呢。Please subscribe this channel. Below the video, please leave comment, click like and share.